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m Tammy. 大家好，我是 Tamm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时隔五个月没有拍视频，也没有 update channel。大家有想我吗？然后这段时间就是真的挺忙的，然后也没什么时间拍视频、剪视频。现在我刚刚放 midterm holiday， 就是澳洲这边大学都会放的期中假，就是两个星期。然后好不容易抽到时间，就是想更新一下我自己的 channel， 然后拍一下视频，当舒缓一下学习压力之类的。这支 video 呢，其实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都有拍各种视频，只是没有我本人露脸的那种，就比如说去旅游啊，录下路边的一些什么风景啊之类的那种，所以也一直没有时间把它合并剪在一起，因为觉得好像没有本人出镜的那种视频好像也不太好。然后如果正儿八经拍，然后准备有就是有想要放到 channel 里面的视频，这一支呢是第一支。然后作为回归的第一支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相当于一个闲聊 tag 嘛，就聊一下过去的这五个月我都在干什么，然后以及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和我以后打算做的事情。 OK，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接着往下看吧。从去年的十一月中开始说起吧，就那时候十一月中是我刚刚好考完我上个学期的期末考试，然后考完试之后呢，就准备搬家的一些事情，因为合约到期了嘛，就只签了一年，然后就准备搬家，然后就各种收拾东西啊。其实我还抽空拍了一个空瓶记，因为我就为了拍空瓶记之前用的那些什么面膜的盒子啊，或者是一些瓶瓶罐罐的东西我都保留着，然后就想拍个空瓶记然后再把它扔了。然后其实空瓶记我是拍了，但是我觉得效果我不太满意，然后也一直没把它剪成一个 video。我回头再看看库存那些视频有没有就是哪些比较值得跟大家说的一些东西，然后再看要不要把它剪成一支另外的一个 video 放出来。然后拍完就是十一月底收拾好东西之后呢，我就准备回国了。上一次回国呢是我来悉尼一年多了第一次回国，所以就我还蛮期待的，然后也很兴奋。回国之后呢还去了一趟新疆旅游，去了一个星期。然后新疆回来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就去做了一个为期三四天的一个海外留学生交流会的一个志愿者，就当当翻译啊，或者是处理一些很后勤的东西之类的。然后就准备跨年了吧。就其实我虽然一直没有拍YouTube 的 video， 或者是没有拍各种各样的 vlog， 但是我一直有坚持写我那个微信公众号。就是如果大家也有 follow 我的微信公众号的话，应该也知道我这段时间其实一直都有在写文，虽然更新的也不是特别频繁。然后一月份的时候我就去国企实习了一个月，其实还蛮开心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到企业实习。虽然说做就是在那个企业里面的做的一些事情就有点像文员，但跟我现在读这个专业，就我读的是 HRM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人力资源管理，虽然跟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有这样一些机会跟能有这样一段时间去跟像走入社会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还蛮好的。虽然每天都很累，早上很早起，然后下午下班了又觉得挺疲劳的。因为其实我出国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在考驾照了，但因为出国之前的那次科目三没有过，所以就一定要在它就是因为国内的驾照考试时间是维持三年吧，对，就是有效期是三年，就是你一定要在这三年里面拿到证，不然的话就相当于你前面考的那些东西全部都要废弃掉，就是只能重新交费、重新学、重新考试。然后为了不浪费那个钱，也不浪费时间，所以我就不得不就其实这次回国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去考驾照。然后一月份实习的过程就一直在练习科目三的内容，就是路考嘛。然后二月初的时候我就收到我的驾照了，就真的特别开心。二月份就没有实习了，然后又刚好我小表妹从国外回来，然后好不容易见一次就一起出去玩什么的，然后去了泰国，从泰国回来之后呢又回湖南老家过年，就属于二月份就属于那种长期奔波，就是每天换一个地方每天换一个地方那种感觉。然后过年的时候就真的属于那种很放松，就是每天就除了陪小表妹玩，然后就是看一下手机视频，看一下朋友圈什么之类的，也没有去哪玩，就是已经就是累到就是因为每天换一个地每天换一个地，然后我还得了感就是我还感冒了，就是身体特别不好，然后就也特别不舒服。过年那时间老家又放鞭炮，然后也睡得不好，反正就是那段时间就处于一种很累很累的状态，就也不想出去玩，就想在家里宅着。然后从湖南回来之后呢又要准备一下，就准备飞悉尼了，因为我三月初开学嘛，所以就没办法，
然后开学回来之后呢，虽然课业不是那么紧张，但是我要搬家，所以也花了不少时间。然后搬家完之后呢，就开始我们学期的 week three， 就是其实从第三周开始就已经特别忙。这个学期有三门主修，一门选修。虽然说选修那门其实特别简单，但主修那三门真的特别特别难，而且作业也特别多，就属于那种你那些 readings 你认真去读了你未必能懂，之外你那些 questions 啊，就是你想回答你都真的 你那个题目你就要反复看好几遍。我上周五才交了一篇2000字的 essay， 就真的是从猝死的边缘走了一回那种感觉。然后现在是我的 midterm holiday 嘛，然后我就中有时间拍个视频啊，然后跟大家聊一些有的没有的，然后过几天再拍一些什么 makeup 类的呀，或者是我准备出去玩也拍一些 vlog 之类的。然后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重新想要拍视频的原因吧。就其实放假回国我还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对我而言特别重要。我重新想了一下我对未来的规划。我的性格就是我只会在我喜欢做的事情上去坚持，因为那我才有动力，才有热情去支撑我去完成所有的任务，去克服所有的困难。如果是一件我不太热爱的事情，我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坚持，我也会看不到未来。所以为了我以后能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能从事我自己喜欢的职业，我现在就真的算是一个蛮辛苦的一个阶段，又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准备这边的各种各样的考试啊，作业啊，以及还要抽空准备一下 GRE 的考试，完善一下就是各方面的硬技巧吧，比如说剪视频啊，修图片啊，或者是了解一下媒体制作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就一定要督促我自己去回归到YouTube， 然后坚持写推文。其实很多人有问我为什么想转专业到 media， 或者是为什么以后想从事传媒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是我有个初衷，就是我2年前开始关注野生动物保护这一块，然后就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野生动物，以及去真正做到一些行为去保护到野生动物，比如说抵制象牙工艺，或者是抵制一些就是会伤害动物的商业行为。因为只有这样的商业行为变少了，伤害动物的行为才会逐渐的变少，就是捕猎者也没有什么利益可寻，也不会去伤害动物了。我刚好1年前有看到一个关于泰国骑象，就是那不是有个旅游项目，就是骑在大象上，就是大象带你走啊走啊走，这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你就骑在大象身上。但我是个人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残忍的行为，因为大象的存在并不是说帮人类去运输物品的，或者是载人的，像一个交通工具一样，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大象的存在就是大象，并不是人类的一个工具。我觉得这应该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就是你虽然说对你没有直接伤害到大象，但是你这种行为，你给钱了，你去骑大象了，然后驯兽师觉得我靠驯化大象去当成一个坐骑，然后我赚钱了，我才会继续去驯化它。如果你不给这个钱给他赚，他会觉得我从你大象身上无利可取，那我也不会再利用你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大家深刻认识到野生动物现在处境非常之危险。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就从我自己做起，然后利用一下自己身边的资源，或者是通过拍视频写文章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不对的，以及你们其实是有能力可以为他们做一点什么的。这个就是我的初衷。然后我也说到过我想去当志愿者，就其实是想做动物保护这一块的，比如说海龟的繁殖地的保护啊，或者是非洲野生动物的保护。当然这两边其实志愿者嘛的意义就在于奉献嘛，所以无论是做哪一块我都能接受，只是这属于计划中的一部分，可能会因为各种事情会耽误，所以我也不说把它非得列入行程，就是我有这样的想法。就其实我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以后的那些我的初衷或者我的想法，我喜欢的事情去做努力。然后今天跟大家闲谈也是想让大家就知道我这个时间都在干嘛，然后因为我也很多朋友也在催我更新视频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相当于一个回归吧，就是跟大家很开心的说我回来了，然后我也做好一定时间内更新的准备，然后也会努力的督促自己去做更多的事情，好好的利用时间。希望就是身边的人或者是在看视频的你，以后也能往自己喜欢的方向努力，也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全天底下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把爱好当成职业。嗯，然后对，虽然说是闲聊吧，但是希望还是有那么一点正能量的作用。好，就今天的视频呢就到此就结束了，然后我过几天可能会继续去剪头发，然后希望剪头发的时候也能就是顺便录一点什么什么给大家看吧，因为这次剪头发我还蛮期待的。如果你也期待的话，就请继续 follow 我下一支视频吧，拜拜。哦，别忘记点赞，拜拜。